真感恩啦、啊，感恩大家人呢。知影师傅来啊，就是淡落落啊，都、就是规工拢咧落雨吼。天气冷啦，嘛要来感恩大家。啊，我嘛爱感恩吼、哦，我家己呢，因为吼、哦、感恩这个辛苦，互我想要做。要做的代志，咱有这个辛苦，爱好好该利用啊！啊，我要出来进前啊，请老菩萨、每夜的大家，回去咱华莲。老菩萨，你回来欢喜无？我超欢喜的，甲我讲话吼，阁有人呢。哎呦，我看到师父上欢喜啦，好啊，欢喜啊！啊，老菩萨，你知影你几岁无？坐头啦，师父也会记哩，才无偌久啊，拢是十三等师父的碗拢伊咧捧哦。我讲哦，你会记哩咧甲师父捧碗？伊讲我要过来捧呢。师父，你换到个花盘，你刚安尼讲哦，吼、哦！你看，这种迄、那个有这个辛苦啦，已经是坐头哦。他呢，还是搁伫咧争取吼，伊、哦、是甲伊个辛苦呢充分利用。你敢想，剩下迄个大家庭啦，都会看到伊呢，底下伫咧精彩，真正三顿呢。一定会看到伊行我来师父的身躯边，想到讲吼，将近百岁的老人，伊竟然呢是遐尼正精致，那有法度无？有啊，哈，因有看足长的呢，哈，呵，希望人人呢，这个有。等等等去哦，哈，不是有，哈，但有一点嘛，那点有，哈，等等等哦，那师父就是爱安尼，咱较早住这人啊，今仔日我看到老三，我看到老大，我想会记哩迄当阵的老三呐、啊，因的大家族吼、哦，有一个亲情的出殡呐、啊。几啊台游览车，我上会记哩，甲我讲伊讲，我顺这个机会啊，我无要放弃啊，我吼、哦、这台游览车我去哩呢，都甲阮的亲戚、甲遐的朋友介绍讲吼，我伫咧做租者，租者是安怎？拜托你看这份月刊，那即马去到遐红青红顶停啊，伊就讲拜托，互我落来，较紧阁换台，吼、哦，其他的这个游览车吼、哦，过去甲人介绍呢。就是安尼，真侪台的游览车，就是出殡的行列哦，他都不放弃哦。这是吼、哦，让我印象足深的吼、哦。今仔日看到老三呐、啊，我讲你拢无变呢吼、哦，还是啊遐少年古早师傅啦。只要来到台北要南下，就是伊咧甲师傅开车嘛，所以他就是。我想这种的吼，去到倒位都是迄、那个，要看无的心吼，都是安尼紧紧的把握住哦。唔知各位现在有安尼啊无啦吼？有哦，无噶啦济人啦。今嘛呢，拢讲啊，那有四十号都好，我拄只听着那一位教授哦，来哦，有时间就去做环保。那么暗时呢，还要陪着他的太太呢，去会员家收四百户呢。啊、哦，我实在是足感动的。今嘛吼，拢是感觉啊，都人遐多啊，吼啊，资深呢，伊就讲啊，我都拢已经拨予少年的去啊。啊，少年的讲啊，我真无用啊，都无去收啊，吼、哦，一寡会员呢，拢是安尼丢掉丢掉。各位菩萨，南回菩萨回来跟我发愿。他说：“师父何用一人一菩萨？他们呢，要一人一协力。我讲不够，一人要多协力。那
这都是嘛，现在是五种恶邪多一个慈济人，就是多进化一个五种。希望咱人人呢，真正爱好好呢，人间菩萨多救心。我拄只呢，听到伫咧分享啊，内湖啊环保做足好呀，即卖现在内湖呢，嘛是大家人阁真无用呢。这个环保坛呐、啊，本来要两脚回归呢，运气也大。因为呢，叙利亚的战争，迄、那个逃难的难民呐、啊，真可怜呢。消化的也大，因小弟啦，自几年前受尽了，正认真甲因哥哥呢，同齐啦，都、就是投入。在这种的救灾工作里，这回哈，即使都在跟我细说啦，叙利亚逃难遐的难民的苦状啊，真苦呢。看伊迄张相吼，两座山，中一个峡谷，这边是叙利亚，这边是约旦，难民呢。亲像对大高地高下同款，安尼伫咧躲，但是呢，这个政府啦，就是无希望伊的人民走出去，请外国人哦来埋伏伫迄个罗林哦，安尼呢用枪弹伫咧拍，这种的人祸啦，实在是吼住伫迄个国家呢，真正是苦不堪呐、啊。咱会当讲师傅来啊，大家人吼、哦、请假也来啊，啊就是呢落雨也爱来啊，那嘛，予咱真自由。所以呢，我会感觉到讲吼，我真感恩，感恩我这个身躯生伫这个时代，会当呢为天下国家吼真侪个国家呢，听因真侪的苦难，因为呢。这是一种的见证，一种的天下任何灾难呐、啊，咱的主祭人呢，过去有去过阿富汗，有去过卢安达，有去过车臣，有去过亚塞拜然，这拢是战争的国家。这种战争的国家呢，安尼炮弹伫面顶伫咧飞哦，确实呢，咱慈济人呐、啊。去迄个所在去做法护，每一回出团呐、啊，师傅都安尼七上八下吼，因是双脚行伫稳稳的土地面顶哦，我的心是伫半空中哦吼，搁唔去呢，唔肯互因去呢，那偌尼正侪苦难人啊，互因去呢，真正呢嘛是。心情不安呐、啊，真的，虽然呐、啊，这嘛就是我这世人呢，迄、那个压力吼、哦，操心大啦。不过呢，去的人回来呢，所分享的，真正是见证佛陀所讲的话。现在，好咱一旦看到这么多这种的。战争任何啦，真可怕。人心来当个调和呢，就袂动不动的冲动，一冲动起来呢，不可收拾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多把人心调和哈啊，多鼓励菩萨，那咱的人间呢，才会当平安，世代才会当调和，了解不？好吧。各位菩萨啦，希望咱真正人间菩萨多救心啦。咱的性命，咱爱常常甲家己讲感恩哦，互我呢会当来去做好事哦，唔是讲感恩哦，我会当通享福哦，享福是消福哦，吼，正业消福哦，咱爱好好感恩咱的身体，互咱健康，咱爱赶紧做。赶紧甲众生结好缘，较紧甲人呢带出来，这呢，因为甲
你有缘的人，那无你去啦，伊都袂出来。所以呢，跟你有缘的人呐、啊，竟然呢，你放咧互伊吼，无机会入来吼，真的实在是太可惜了啦。菩萨们，看看你们跟人家多结多少好缘呐、啊，快紧去求转来吼，了解无？咱爱真正爱做好人群。